驱除多余的脂肪和筋。分割腿三角，驱除腿三角多余的脂肪和筋。翻过来，同样驱除多余的脂肪和筋。将牛腱肉分割开，驱除牛腱肉多余的脂肪和筋。分成腱心肉和龟甲肉。驱除龟甲肉的多余脂肪和筋，翻过来，同样驱除多余的脂肪和筋。驱除腱心肉多余的脂肪和筋，驱除里面的粗筋，腿三角和腱心肉切成烤肉用的肉片，切断肉的纤维，将牛腱肉和龟甲肉沿着纤维切成细丝，用于炒菜。